被緬甸軍方扣押的昂山素姬，要求減少出庭頻率。昂山素姬以健康為由，要求法庭就每宗控罪應訊的頻率由每個禮拜一次減少至到每兩個禮拜一次。他的代表律師強調，昂山素姬沒有特別患病，只是年老疲倦，不方便經常上庭。76歲的昂山素姬年初緬甸軍事政變之後，被控貪污和非法藏有對港機等11項罪名。上個月中前往法庭途中暈車浪，出現頭暈和鼻塞，法庭要押後一日聆訊。